带来今天晚上最后一首歌，下一个我。好像没看到人，就觉得有点失望。他，你刚刚会发现我不对了、欸。你知道吗？你不要失望，因为你在演唱会的时候，我们在后面 stand by 很久、欸。对不起，通有点太久，因为你今天讲话讲太久了。现在几点？超时了啊！这边没关系啦。你家开的是不是？没有，这边因为你早唱啊，没事啊，七点就有问题了。耗子，你有没有想唱歌？我怎么？你要不要唱歌？你要不要唱歌？我唱什么歌？随便。不是，我们不要把时间弄那么晚。我们明天第一班高铁。啊，对。我是来提醒你说，明天饮料可不可以出两个品项就好了。好，等下不行，不要在这里讨论好不好？我们等一下私讯去。尊重店长。哦。阿峰，你欣赏一下你的蛋糕，你的蛋糕超酷的。可爱。这是谁做的？一个。你一定会觉得这个把你做的很丑，对不对？这个是谁？发胖的你。这是我是不是？哦，谢谢，都没有一个太像的。这个功能比较像康哥吧？康哥，我没有想到你会来哎。啊，我一定会来的，不来怎么办？不被骂死。这不是你做的吧？还是莎莎做的？不是，你有啦，花钱做的，而且这是假的，这就是是真的。什么意思？你怎么会认为蛋糕是假的？你还什么意思？你什么想法？因为我想说它就是一个塑胶片这样子。不是翻它。Sorry。来吧，要切是不是？还是要切？哎，今天一定不止我一个人在今天。你是不是要为大家许个愿望？好，你等一下好不好？因为不好意思啊，有一件事情我必须完成，因为我们还有一位神秘嘉宾。还有。等一下，让我猜，来，你猜，对，我妈不见了，来，谁？不是，是不是我妈？你妈有来吗？我妈有来啊。哦，她怎么没有上来亲我？还在，要不要亲一下？亲一下，妈上来亲一下了。我刚都亲了，能不能再来亲一下？不要，她那边很难出来了。那妈妈的姐妹有来吗？妈妈的姐妹，有，嗨，阿姨好。重要的人现在都在下面，要一一唱名吗？不用。你唱一下，你要唱，不要了。还有谁？这不好说。阿本对，要不要？阿本在哪？他自己买票，哇！我觉得他要上来了吧？要吧？先不要吧，问一下经纪人。经纪人，于承杰来，我们看一下神秘嘉宾是谁，好不好？谁啊？来，请了。神秘嘉宾来了！说几句话，因为配合你的坚持与惊喜你的成就。第一件是，当你19岁时，自己带回合约书，说要跟媒体公司签约。我们当时除了被吓到，并直觉地认为碰到诈骗集团了吧？结果是真的。第二件事，你居然可以几次在大型的跨年晚会上沉稳地唱歌表演，胜过主持压轴。这是我绝对做不来的。第三件事，你去年才因共同主持公司的节目报了金钟奖，没想到今年又荣获十大杰出青年，真是有你的。最后祝你生日快乐，也年年快乐。那个是好感人啊！他是不是喝酒？怎么这样？没有，是你妈灌他烟酒嗓的感觉。他的字怎么变那么潦草啊？
啊，医生的字都这样，哦、医生的字都这样，你看医生只要画这样子，就知道是什么，护士就会懂了。对对对对对对对，我靠，所以他人会说来吗？哦，我这个人不太轻易在台上过于感动。今天就是要感动啊！对，这个太多了，你也太清醒，只有零跟一百，我很极端，很极端。哇，妈，谢谢哦。什么？他喝茅台，喝完血的啦。喝茅台血，所以比较醉啦。你看我说的准不准？这是喝醉的时候躲在被子里录的。喂，康哥喝完都没有这么沙哑。没有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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他不会。其实是回音很大，我根本听不到你们的叫声。没有耳麦。好，那还有什么惊喜吗？没有了吧，就这样吧，我们差不多了，差不多了，差不多了，因为明天早上很早的车啊、哦，一直想收工，对，再惊喜下去。明天可能会迟到。对啦，我们真的要真心的劝你，可以唱完早点回家休息。他还要庆功宴好不好？哦，对对对，但是老实说，你们来我真的非常感动，因为虽然我们第一次合作，但我们相处得很愉快。其实我今天也有邀佑廷来。哦，他有来吗？在吗？他可能在佑佑佑。对，但是认识大家。从我觉得从康哥浩哥开始，他们跟我想象中的完全是不一样的人。康哥是一个非常温暖的狮子座，然后很愿意让我们这些后辈在旁边发挥自己的想法，所以能够有成功的营业中有很大的功劳都是因为康哥，谢谢。谢谢。再来是这位，加重大直男。哎。你现在注意一点，他现在多了两个字，什么？国小直男。为什么？因为他非常幼稚。但是，啊，你说你要反驳？没事没事没事，你眼眶泛泪，我不要再反驳他了。但是因为他要哭了，没有，他是老人哈嘿。对啦，刘牧勇。对，老白鹰。老白鹰。但是跟那个元浩相处之后，发现他只要把你。当做自己人的时候，他会为你两肋插刀，这是很多人梦寐以求的友情。所以在这个节目当中，我也认识了不同的友情，然后我还蛮爱他的，他都会不吝啬的分享他的啊。好啊好啊好啊。哎、欸。要亲一个，直接亲。不要，我想说亲嘴巴，我很说亲脸颊。没有没有，对，大沙，很期待他在节目接下来能够把面具拆掉。你干嘛啦？你也先拆，你拆我再拆。哦，你觉得我有？对，基本上拆差不多了，是吗？他只是他没有标三字经而已。喂，你多了哦。哎，东西他其实有标，只是剪掉了。对，很开心可以跟莎莎，然后他在这个团队里面稳定。我们军心好，我尽量对，然后能够跟元浩相处的不多，辛苦了，这一点真的是要给你鼓励鼓励。没有没有没有，其实他是暖男，他是暖男，是哦，我知道，但是他在工作上面太过于认真，对对对对对，对对认真到我觉得肃然起敬。okay, 谢谢，撑住，好，哎，你等一下，谢谢你来，主管主管主管。主管我真的以为你今天，因为你今天录影嘛，对，然后我想说你不会来，但是你还是来了，真的谢谢你。我这个主管有很机车吗？哎是，他只是不敢，哎，说出实话，今天可以说实话，因为今天生日不会生气。超机车，很棒，谁受得了啊？拜托，还在那边给你挤笑呢，我早受不了了。你不要话那么多，明天一大早的，康哥，你看他有笑吗？好，我想说赶快过去啊，六点半了。好，但是我很开心，接下来我可以跟你喝酒了。真的，我真的要放开喝。终于等到，真的。哎、欸，其实阿布真的为了这次演唱会啊，我们几乎每个礼拜都相处在一起。你为了这次演唱会，他几乎一个月都在节食。对，不敢喝高热量。对啊，而且他晚上的时候，有时候我们因为工作时间也晚，然后我们在吃饭的时候，他都没吃。对，因为以前我们两个是好伙伴，因为我们很爱吃。但你渐渐的，就是为了演唱会，千万不要觉得我不爱你。OK， 對好，我们还是好饭友。等结束之后，我们再继续吃。好 ，OK。好，鬼鬼，哎呦，我新婚。啊，我老公啊。
就在这边再澄清一次。我今天是新娘，就是我们真的结婚了。哇，恭喜！没有，谢谢你。他是真的一路上陪我最最最最最久的一个好妹妹，然后也揭露过我、摘掉过我最多面具的一个人。就也是爱又爱又恨啊。对，嗯、然后我们可以毫不尴尬的接吻，就是这个原因。好，没什么反应。再接一次吧。谢谢你，祝你早日找到真的老公。对，你就是先当个假老公啊，就是限定版。假老公，假老公，好的什么？哈哈哈！开玩笑，快点切啊！好，别高铁了。高铁，高铁，高铁，高铁。我切这边。哎，怎么没有蜡烛？哎，假装有蜡烛吧，吹个。你愿望还没许。哎，对对对对对。你就要许一下。哎，这边有快速的，好铁的那个时辰。蜡烛。我希望在场所有的人都可以财富自由。还有，很实用。第二个，所有人都可以长命百岁，健健康康，心想事成。第三个留给自己。第三个，好 ，OK。好，哎，吹蜡烛。耶，生日快乐！谢谢。生日快乐。是真的吗？好了。哎，真的是假的？来，真的。哎，是真的。真的是冰淇淋的啊！哦，你这样子，你要不要先让我们先吃甜的？你还要唱歌，你先不要吃甜的。拜拜！还有，加油！哎，你还没唱完呢？还有两段 talking。我本来最后一首歌很帅气，要转身，结果是上来是你们。下一首什么？你要唱下一个我？我不会唱。Go！ 好，再见，拜拜，谢谢康哥，加油，